现场各位朋友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远传同乐会。刚刚赠品还拿不够的举手，看一下，哇，也太多人了吧！我来看一下大家今天有拿到什么。哦，都是我们的袋子，对不对？大奖刚刚有已经送出去了，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独家大奖哦，待会要秀出来送给大家哦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今天远传呢有四大加值服务，来跟我复习一下，有几大？四大。好，刚刚有讲话的来，手都伸出来，我们今天远传有几大？四大加值服务哦，我们今天四大加值服务呢，要让大家介绍第一个加值服务，就是我们手机平常会累格的，帮我点点头好不好？会累格，对不对？手机平常会有买多久？一个月、两个月开始会累格？来告诉我一下，你平常手机累格多久了？已经很久了，久到已经不知道了，想要换手机。好，主持人手机啊没有啦，没带上来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就是要让大家把我们的手机做一个一键优化，所以呢，这个一键优化的 APP 叫做 Friday APP 助手。好，大家跟我复习一次哦 ，Friday APP 助手。哎呀，有声音的来，先来拿一张，叫做什么 ？Friday APP 助手，没有错，它就是一个一键优化的程式。那当然。远传呢，今天四大加值服务呢，也要让大家宅经济才超非常喜欢宅在家里面吗？当小宅您喜欢？我们今天宅经济的话，让大家呢七天的免费电影看到饱，喜欢的，很喜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来跟大家讲这个呢，远传呢就是我们的远传影城，来跟我念一次，远传影城。里面有七天的电影无限看到饱哦，所以呢，还有我们电影看完以后，大家是不是也要来听音乐？因为我们宅在家里面有没有躺着看音乐，然后呢躺着听音乐，然后坐着看电影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音乐呢也是七天听到饱呢，是我们的 All Music。好，大家跟我念一遍 All Music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复习一下哦，我们今天电影看到饱叫做远传。影城的远传哦，什么哦，远传 All Music， 不行，答错了。我们今天的电影七天看到票叫做远传影城，对，好来先送一张。那我们今天音乐听到票叫做 All Music， 有，我有听到声音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除了这两个以外呢，我们宅经济结束，今天还要介绍巧巧手上非常可爱的这个怪物闹钟。是我们的手背上面有没有有非常多一系列的赠品？好，我们请巧巧帮我们把它拿出来。今天有手拿镜要送给大家，还有这个是2015年的可爱年历，好喜欢哦！哇，我们来看一下手拿镜哦。哎，绿色的有没有？粉红色的有，有没有？在场很多很多东西。好，今天我们的怪物闹钟呢，大家帮我把眼神往回头看一下，是不是有玩偶人？他是我们的 Pico 跟我们的 Dean 哦，待会邀请大家跟他合照，上传到我们的个人脸书，并且井字号 take 我们怪物闹钟哦，还会送一瓶这个很大瓶的，我刚刚看你一直在里面滚来滚去，这首美丽果，今天呢也是我们现场活动现场直接免费请大家喝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我待会问四个简单的问题，就把赠品全部丢给大家。所以呢，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，今天一键优化的 APP 叫做 Friday APP 助手 ，OK。还有我们今天七天电影看到饱叫做远传影城，大家都好厉害，我都不用帮大家复习。好，但是我还是讲一下吧，后面新进来的朋友哈。还有七天的音乐听到饱是 All Music， 没错。以及呢，我们今天呢会有一个滴答滴答呢，取代以前的普通的闹钟铃声哦，变成很可爱的那种公鸡鸡叫鸟鸣的，真的好玩的呢，就是怪物闹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，我们的手上的赠品就不会停下来，所以邀请大家把你的手借给我。那待会儿我会问问题的时候呢，大家举完手以后跟我大喊远传，好，只要喊远传两个字我就知道了，我有收到你的电波，你可以对我微笑，或是能用眼睛放电，好不好？射死我这样，或是让巧巧有感受到你的热力的眼神魅力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会 cue 到你 ，OK， 我们就回答你的答案，但是先不要讲出答案，因为搞不好你隔壁的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不要把礼物空手送给隔壁的朋友啦。好，那我现在来考大家咯，我们今天呢，先拿出第一个要送的是我们可爱的徽章。好，我来问大家，请问我们今天音乐七天免费听到宝是哪一个 APP？ 哪一个 APP？ 好，小乔帮我选一个。好，来
试衣服的小姐来告诉我，请问我们七天免费音乐听到宝是哪个 APP？ 哦 ，Music 啊，好，这是我们新进来的朋友啦，好来来送给他，没关系。哦，我们 All Music 真的很厉害，七天音乐免费听到宝，以及我们七天电影听到宝，请问是哪一个 APP？ 哪一个 APP？ 好，来悄悄帮我选一个。白色帽子小姐，请告诉我七天免费电影的网，看到电网远传影城来送到你手上，大家都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好，以及呢，我们今天呢手机会累格，会中风，会越来越慢，要丢掉了，不用好不好？远传的 APP 呢，今天现场有没有直接下载做一键优化？请问是哪一个 APP？ 好，来正前方，我无法忽视它了。请问是哪一个 APP 的 Friday APP 助手会帮我们做一键优化？好，来送给你。好，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大奖要送出去呢？好，送你吗？好了，没有了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是我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自己要好好收藏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手上还有什么无限的？还有什么悠悠卡贴？哦，悠悠卡贴，一刚名字没有放正面，是不是？大家没有看到正面，对他没有兴趣。好，悠悠卡贴，还有我们的影城电影票，甚至还有美丽果以及我们的年历，直接送给大家。请问大家，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可爱的 Pico 跟定哦，是我们的玩偶人，是哪一个 APP？现场的话呢，最后有没有十秒钟借给我们，就来一个 tempo 好不好？结束这场舞台活动，我们待会就是远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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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我们就直接把礼物直接大放送。好，请问今天最快乐的同乐会在哪一个？好，活动现场非常高兴，我是主持人芬芬，那在这边跟大家说。